从那大门口过的时候，有一种哇，从电视剧里面穿越出来的感觉，就这个点比较眼熟。当时看这个酒店就觉得，感觉这边特别繁华，然后就想来看一下。那实际上来了，觉得感觉怎么样？确实很繁华。就是因为那个电视剧看的，然后大家会觉得这儿很出片，然后很好看。